点 PVC 三种最花里胡哨又冷门的植物，首先是梅小梅，这家伙普通攻击贼点，完全靠大招输出，所以经常坐冷板凳。第二位是宝石商石榴，一听这名字啊，就是特别有钱的土豪，但是在对抗僵尸方面简直拉垮。对，我真是看不起谁呢，这点小玩意都不够吴三幺碰的。第三位上场的是尼拉草，名字虽然很动听，攻击方式也好看，但是消灭不了僵尸。贝贝姐，贝贝姐，你下期能不能盘点最厉害的僵尸呀？小鬼头不知道能不能上榜哦。因为厉害的僵尸多了去了，我尽力吧。